刻让我妒忌，你是真不长眼。是。趁现在我们快走，你们还愣着做什么？等他进神成功，我们谁都逃不出去。三圣火龙一旦进神成功，渊灵沼泽、百里仙门必将毁于一旦。后池说的对，以他的秉性定会屠杀肆虐，怕是天帝天后也难允许他性命。后池，难道你想阻止他进神？不行，这太危险了。夫人，待后池先走，我去救他。你还是别去了，你那点灵力帮不了他们。失败了，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夫人，你在这里长大，有没有别的暂避之处？确实有个地方连三首火龙都不敢去，跟我走。今天你们谁也跑不了。夫人，这是灭世之地吗？什么灭世之地？相传6万年前，妖神天启下界布下灭世阵法，他欲吞噬三界，成为混沌主神。后来白绝真神率众神下界杀了他，才避免这场浩劫。没错，这是妖神灭世的地方。我在渊灵沼泽长大，无论是仙妖都不敢踏进这个地方，连三首火龙都不敢。这迷雾里有真神威压，我们待下去也是死，还是出去吧。要去你去，三首火龙就在门口等着你去送死。别慌，也许我有办法。